哇，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吧？我猜。嗯，我觉得是的。哦哇哦！哦哇哦！20块呢，一片呢。嘿，一片呢。然后我又收到李子的那个升级通知了。What the fuck？就是那个经验值升级的那个东西，可是他很莫名其妙是跑到我那边。为什么啦？就说之前就发现这个 bug 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跑去别人那里，本人是看不到。嗨。哦。之前我走到那边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是你还是谁收到那个通知啊。嗯，这样，游戏好像有点卡的。是不是开太多东西了？啊呢？有点卡。还是我开太多了？不是，是我游戏在卡，不是你的那边的问题。等一下，我是不是没有把我的剪片软件关掉？还真的是呢，他收在工作栏那边。哦。那想说不可能啊，怎么会这么卡？我想说，如果是我卡的话，我就把那个科科 hero 打关掉。没事。傻小了。啊有了，顺了，没忘记因为之前说特技啊，就说我把那个好吃的东西嘛，好吃的那个 QQ Hero 2也买下来了。哦，有钱了。然后就在点击英雄，每天都这几天呢、啊，然后我还没搞懂那个二代怎么玩。居然吗？还没搞懂。现在是要去，因为他没有中文呐、啊，他这一代全部英文呐、啊，他而且他有那个超级大的那个技能数啊，我看到都傻眼了。可以啦，好了。没有，你知道这个技能数可以比得上 POE 吗 ？What the fuck？ 就是那个会按到的那个游戏啦，嘿。嘿，等一下，我们的家在哪里啊？我要去丢中介箱，我包包好爆炸。上面呢？你看这个，他叉的技能数 ，What the fuck？ 我叉的技能数，这是什么？这是跟 POE 一样的那个超级大技能书，这比 POE 还扯吧？我的话，我光是看他的技能书要怎么点，我都看到，我的这是三小，这什么天赋灵啊？请问你要找什么呢？我要找地方收东西。啊，这里全部都是箱子，随便丢一些进去就好了。哦。嗯哼。而且我要去卖东西。你自己看我手上的东西。啊。就是你只要站在别人的附近，他那个东西，他不知道为什么，哎，对，这个纪念品的。你这坏人！然后我找到纪念品了。你这坏人，小偷！哇，我只是站在这里而已。小偷！他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偷！你们站在我旁边，应该也会拿到那个剑。我不知道他指定是怎么设定的，他很奇怪，不是直接给那个人，他好像是生存在你附近的样子。拿到小偷！超车！我要去卖东西，包包好爆炸。哦，那东西是在哪里？我忘记了，让我上去。我们玩到哪里了？好像是那个什么海底吧。然后那个电池，不是那丢哪里的那个电池吗？掉，那个好像丢了，哎，对，丢了，哎，好像有吗？有往下丢了，在那个底下那里好像。啊对，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又开始，我的朋友，一旦欧塔利的前国王偷走了，其余的表示你
这样可以去那里找奇异的宝石，要进入这个领域，在悬崖的另外一端不要被挖的通道，在自家的家附近，那是一个古老的通道，能穿越并互通两个村庄。我会尝试帮你打开这个通道的，去吧，英雄。不要。然后哪里卖东西啊，啾啾？不要。啊，找到了。澳洲馆，我们上次那个宝石有丢吗？有。丢下去了。有个东西丢了，所以你就记得要回你的打号哦，再次320。可是那个是用来用魔法的啊。就可以，也是可以拿来用魔法嘛。如果你有要用到的话，我没有要用魔法，我没有必要去那个要去买那个东西啊。去了吗？因为那个是用来用魔法的，我都不用魔法了，我用来干嘛？啥也不讲。然后又要跑这个会掉下去的炮窟。可以啦，然后我好饿啊。那所以今天的目标是？不知道。宝珠啊。努力前进。完成一个宝珠啊！基本上就是每天完成一个啦，只是上一次不知道是哪些人哈，我就说要关台了，还关台后还偷偷在那边弄哦。哈？哈？就是指你们啦。哪有？明明就有。我们只是找那个钥匙丢在哪里而已。假赛啦！哎，我没有那一段。那里没什么，就只是我们要找钥匙的位置而已啊。傻眼。就只有五分钟的那个内容而已，没有什么了。不止五分钟好吗？反正就是要跳下去，然后把个钥匙丢下去而已，什么东西都没有。傻眼了。所以说要跳海喽，跳神殿喽，跳海喽，跳海吧。奇怪了，为什么没有的卖皮革？皮革怎么没有的卖？因为它不值钱。我傻眼。ow ouch。门走这。啊，对耶，这个我记起来了。你记起什么了？没有，我记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这样死掉了。嗨，你到底是记起什么东西了？没有，没有，没有。你记起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回去那个神殿。你记起来了。然后我就被扣一等了，干。不止你好不好？真的。哎，让我跑去那边了，然后想说，好像是在那里接续那个剧情。那时候哎，不是这哎，好像不是。你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来？快！哎，对耶，好像有那个经验是从哪里升级的？忘记了。经验点技能的地方在哪里了？忘记了。在那个卖东西的地方附近。卖东西的地方附近，干！我刚刚是从哪里？是从哪里卖东西的？我忘记了。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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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哪里呀？不知道。太晒了。穿装都有毛病啊！天哪，这地方怎么可以这么的迷路啊 ？PP 我了。这是 haste， 这是加速。力量35的。加速。resist。
然后 regeneration 这个我记得我有点的，可是完全没有感觉。这个是 regen 啊。我先，所以我至少要15等嘛。那个是两等要55等，加塞了。30、35，我在。可是他的 regen 真的没感觉啊，他们也没有给效果啊。对啊，完全没有感觉啊。哎，还我20等啊，北七了，这个烂东西，烂透了。哦，好贵哦。只能够点这个啦。30等，然后就是8号升级，没经验品啊！啊！然后还要去找吃的，买吃的东西。为什么他不要做一个路牌啊？德斯密夫。这是什么 ？Pingwood Master， 这里吗 ？The Adventurer。可是，如果我们那里搞定了，我要去哪里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还是我们要去那个墓地吗？那个很可怕的墓园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再去一次那个村庄看看好了。可是那个我好像解完了，还是还没？啊，好贵啊！这个食物，想一下哦，应该是这个比较值得吧？2格4块钱，2格半8块钱。4格12块钱，啊，这个超贵，胡萝卜10块，胡萝卜才补1个半，你不会骗我？3格15块，这很贵，3格半17块，这更贵，4格20块，哦，70块，金苹果，太帅了 ，OK， 我还是买这个好了。门已开启，那就不是他啦。为什么完全没有拿到苹果？给我苹果啊！你买了东西之后，他应该就是在你背后。他给东西的那个位置很奇怪。啊啊啊！我不要吃啊！我不要射箭啊！好，走开！再买一个。看起来 CP 值最高是这个，可是以宝石那个宝石消耗的速度来看，应该不是。所以你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嗨。我只是到处跑看看而已。村内的另一边有一个被挖的通道在支持，然后在西部的通道那个。嘿，怎么骗我上去？首先走上绿宝石，
并按下断续去来确定你的选择。首先走上力宝石，并按下。首先你走上力宝石，并按下断续去来确定你的选择。那个超奇怪的，他是谁站在那里，就是不跟那个人讲话。我是否该用比较官方官腔一点来说？首先走向绿宝石，首先走向。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那个墓园看看了。是哦。因为那边我们已经搞完了，好像。嗯。也没东西在那里，就只是跳个海而已啊。跳海。咦哈！可是智者也不开门。国王又没跟我说我要去哪里了。真的，国王都说，现在的通道已打开了，我佛把一切都放在那里了，快点去吧。可是我在思考那个海底那个是我们是打完了吗？还是没打完？应该是打完了吧？我们不是还拿到那个了吗？好像是吗？我忘了。你们不是当时还找那个怎么放，然后你们还拿到宝玉回家了吗？所以我的打号才会比较低吗？是啊。所以我的打号才会比较低啊，因为当时你们有收到，我没有收到啊。是吗？对啊。这样子的吗？哎呦。不是，这里的怪还是很硬啊。打屁哟。墓园。哎，有洞哎、欸、的啊，那个，阿赫，我知道那个洞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哎，先生，您又没有死啊，您脑子有是不是有洞？您这样似乎不太好啊。哦。我想说，看个洞，忽然间咔嚓一声，往门口看去，我的门上锁了。哦，原来是这里才对哦。啊。哦，好硬哦，什么东西都不拿都还可以这么硬，傻眼。What the fuck is this？ 太迷宫了吧，这个地方。有虾米毛病啊？屁啦！这个装备怎么打啦？屁啦！现在装备根本不可能打啦！啊！有病！你真正是有病！我的天哪！你是有虾米毛病？走开！我突然有个想法，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点技能的关系啊？点什么技能？那些什么力量啊，什么鬼的，那些全部都没点。是有可能啊。干，现在这里面没东西骗我。啊！太多怪啦，加塞啊 ！No！ 被关厕所了，我被蜘蛛网粘住了，害我四周一大堆蜈蚣跟僵尸跟刺骨刺。Fuck you！ 啊啊！你们还好吗？不好。我是觉得不太好。No！ 这是款 fun game！ 啊！他还要丢东西？啊！我还要找东西去丢？认真。我觉得我该回家了。走开哟，很疼啊！走开啊！来！你是有什么毛病啊？我没发病啊！走开啊！嗯。所以说，我们是要先龙进燕子吗？我不知道。就你不知道那就是黑魔法咯。
啾啾啾啾啾啾啾，拜拜。拜。我是觉得这样子打不过，绝对打不过。我的裤子已经坏了，我鞋子已经快坏了。我是觉得我的装备爆了，哎，累，洗累。天，这游戏到底怎么了？然后为什么我刚刚有一大堆的那个血量，怎么都没了？他那个血量是有点那个的。哪个？那个吸收效果它是有点随机的，这有时候会给，有时候不给的那种。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跳关的关系。啊。你觉得我们要不要黑猫魔法一下 ？X X B 之类的。我不会用那种指令了，怎么会用那种指令呢？不知道，首先站在逆线上，并按下逆线。Oh, what the fuck！ 有人真的用了？没有啦。就只给你自己。哦。他那个叉 P 指令只能那个吼。哦，我不知道给。哈哈哈！你知道他那个以前那个版本的那个叉 P 指令，他不会教你怎么用啦。这是一场那个成就解锁，你已累积超过100等级了。你是打多少啊？没有啊，你那个直接打 L 就好了。L？ 这是什么什么 L？ 这是直接给 level。L 100吗？不是100L。100L，就是他那个，如果你打数字，他就是给那个经验球。哦。嘿。对，嘿。哦。100L。现在就是各种作弊时间了。我打100L我没反应。啊？啊？什么？我说我打100L他没反应。你要这样子有反应了吧？哦。你怎么没感觉了，李子？啊？没事。记住你在讲啥？没事儿。原来有抗性啊，难怪那个我那这样打不下去啊，正常。哦哇，等一下，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哦哦哦，发生什么事情了？等一下，啊，我知道了，成就解锁他会给钱，对。哦，是哦。Oh my god！ 我好像记起来有这种事情了。在成就解锁的时候是会给的。我想说哈，什么钱？看一下哦，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所有人都3000多块，怎么回事？等一下，所有人都3000多块，发生什么事情？所有人都等一下啦，这是哪招啦？啊？啊，哪里可以哪里买那个附魔装啊？我要再去买一下。What the fuck？ 去买一下附魔装啊！直接冲去买了，直接冲去买了，拜托！哎，你自己已经先冲去了，还敢讲我啊？我只是在看而已，我还没买啦，不要乱说话。哦，你都已经打算要买了，还不用再涨了啦。假的。
到时候就等等等，我跟你讲。假的。皮嘞。假的。皮嘞，我的钱已经花掉一千多了。I'm breaking this. I'm breaking to pouch power. 我记得如果要叠的话，只能叠这个。然后 slot the three， 我先来去升什么？可是要怎么那个附魔装要怎么叠啊？有办法叠吗？有。怎么叠啊？干，我那么穷。哦，你这四百多块了呢。好穷啊！哇，怎么？对，你怎么那么快啊？好穷。所以说要怎么叠？我先这个等哦。对啊。怎么叠啊？就是拿那个铁针去叠。铁针能叠吗？能叠啊，正常的附魔是可以叠的。等一下啊，何所你的钱变多了？假的。我刚刚看到你是四百多了，你刚刚突然间变五百多了，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假的。你肯定是看错了。来，我就按着 tab 看你的钱自己增加。你就看错了。刚我看到了，你的钱突然间变四百多，然后又突然间没有了。你这个， oh. 你这个人真的母汤哎、欸！你真的是看错了。屁嘞！你肯定是看错了。哪有人这样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屁嘞！艾登。你眼睛业障重。最好是啦，所以要怎么合成啦、啊？啊，先讲到铁针再说嘛。哦，等一下，这游戏里面有铁针吗？有啊，在我这里啊，可是不能用啊。啊，直接放上去就能用了。什么？不是这样叠的吗？你确定吗？那个叠的那个附魔会不会变少？啊，你叠的方法要对。这个关于这个叠附魔的东西的这两个铁针是不能用的，知道吗？它是不能用在一起的。不是不是，你北西，你是在哪里找到铁针的？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一个。那两个？对呀、啊。那两个铁针是不能用的、啊，它有屏障啊。哦。可是我记得这里是可以自己附魔的、啊。哪里、啊？我都忘了，这是什么鬼？这个是不是不对？我忘了。你忘了？而且还有附魔金苹果呢，150呢。不要再作弊了，你这个真的太作弊了，连这个都不用。我真的忘了。你连这个都黑魔法真的很母汤哦。有药水来啦。哦，还黑魔法两次。没关系的，你要的话，我可以表演第三次。看你老师嘞，等下你这钱也变少了。不是啊，这里没有一个正常的铁针的，好像。哎，没有，所以呢？那就不能叠了。哎，所以呢？那就没魔法了。还是真的有，还是在哪里有？因为我记得他这里是很多东西是可以自己附魔的。他真的有一个附魔台，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嗯，那我记得版本是一点八点三，跑到没力的，吃个牛排。还敢跑啊，冰鸟？啊，在找东西呢。哦。真的没有呢，这边怎么按？会不会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啊？没有，这里没有。不知道了。哎呦！什么休息之宝石放置？哎，
哦，还想说为什么我那个国王没跟我说话？原来那个宝石在你身上，你没丢进去哦。我就想说上次那个宝石有放吗？应该没吧。但是我们打号变低了。我不知道。耶、yeah.。没有，我之前不是说等镜子进来再放吗、啊？哦、oh, ，所以没被淹死，好吧？那你现在拥有了剩下的宝石，你必须履行另外一个考验——厄安德的地下墓穴。果然还是这个东西啊！等一下，所以说这条路是建造来困住一些可怕的怪物。你必须打败血腥伯爵夫人，她是在雷纳格人率最后崛起的人。去从她身上抢回宝石吧，使用在我王座后面的通道进入墓穴吧。我替你打开通道，但注意了。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怪物出没。等一下，为什么阿和全套正装啊？嗯，休息宝石放了之后，没办法再提高那种。没有 ，Aiden 等一下啊、哦、，Aiden 等一下啊、哦，哎，这样子够吗？好像应该够吧。哎 ，Aiden， 你去那个点一下那个技能嘿。怎么点这个？那个经验值的技能全部点满，点满呢？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点了，哪里点？好，我就是不知道啊，我才问的。我在商店。所以呢，怎么点？你上去商店不是商店这边，这边下去。然后呢？在下吗？对的。然后呢？这怎么点？啊？这已经站在绿色上面，然后就对你要的东西点啊。就是重点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啊 ？Test 是什么 ？Test 是那个挖掘加速。哦，它是永久的吗？很久啊。你其实不用想了，全部点进去就对了。这边可都永久了啊！我点一次是一吗？点一次第一，那反正它这消耗会越来越快就对了。对啊，对，它点一次一整，三次就满了吧？啊，对。反正我觉得那个游戏被我们玩坏了，怎么办？没有，他是要龙经验值的，可是，我们没时间，对。不是，你知道我说玩坏的是什么吗？你没注意到我们的打号变少了吗？没有，打号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那个王的宝石给丢下去了，所以我才说啊，应该是被我们玩坏了。没关系的，把那个剧情跑完就算了啦，不管了。所以现在要去哪里？啊！谁叫你们找不到路又乱跑？哦！在乱跑啊！在乱跑啊！冰鸟。嗯。你最扯的是我们过了，我们是用正常方法过了。我等级不够。你可以用一下哎，这那个黑 ham 哎。欸，用一下黑魔法嘿、欸。黑魔法，你会用吗？我做的是我有前线吗？你有，当然有啊。等一下，下面好多可怕的东西。那怎么？我忘了那个指令了，干我自己有用过，可是我忘了。我缺100等的呀，其实。100而已嘛。你还好吗？你怎么咳得那么严重？是吧？要走了没？等 A 等啊！你急什么？哦。你在急什么？我好穷啊！好穷啊！这边有一个玻璃。A 等。因为我刚刚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要给你的才对。哦对。可是是多少？我记得大概3600左右吧。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有。三千四吧，因为我们原本还有钱啊。我两百块有差吗？啊，就3400吗？我
那上线死了。我是买装备的。反正基本上一套那个钻钻是买的，应该是买得到的。我是没有买一套的。我是原本就有的哈，你看屁哦。嗯。我原本就有一个钻石金甲。你不要忘记，我是原本就有两件的。你是用黑魔法买两件的？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原本已经有两件了，只是因为我买了武器，所以说才用黑魔法而已。你还要用了两次？而且那个头盔是我本来就有个头盔，只是它快爆了。没有人这样讲。我玩到快爆了，你知道吗？没有人这样讲的啦。只是换一个新头盔而已啦。哎，父母装在楼下吗？哎，对，楼下啊。那个八旗。附魔钻装。然后看到一颗钻石装的李子走过。嗯嗯。开始了。看这个塔塔的经营资源怎么叠呢？chest pay damage， 看一下 ，use quick， chest go， quick damage， multi， 所以剑要买哪一把比较好啊？一个是锋利三，一个是有耐久值的。我是觉得你买那个锋利的比较好。因为你耐久其实钻石本来的耐久已经很高了，如果是我们平常生存的话，能用很久。说真的，一把钻石的工具啦、武器啦，大概有1400多的耐久值，我没记错的话。我知道。我那边有箱子了。身上太多东西了。好，箱子回家。箱子在房间呢，回家。箱子那边。这里是我们家。这里是我们家。我们这有家吗？对。对。我什么时候有家的？我们有家。有没有一个家的感觉？嗯。哎呀，剩下东西要来干嘛？就这。我真是钱，我拿。哦，这个 achievement 好多、哦。有带吃的。哎。哎。嗯，有一件事啦，就是啦，我们都一直站在这里呢，我们脚下了就会一直生怪呢，嘿，所以说嘿，下面很多怪。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子的结果，我还以为为什么有个压力板在那里。那是这样子的结果。嘿。然后这个，这是什么？已经有人先去了。What？ 你看上面那个吗？就那格中间那格全部格八位。没有，我知道。哦。哦。这样。接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哎、哦，你知道？哦，这个是灯啊。那是剑。等等，你踩一下，你踩，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踩住一下那个压力板？哎，母汤哦！哦，抢屁抢哦！这里过不去，都已经在地下了。对啊，没有在国王的那个后面呢、啊，国王后面下，国王的王座后面。哦，
进来。魔王的王座后面啊？怎么办呢？有一个迷途的羔羊。这是什么？检查点哦。算了。没有啊，你就这国王那个王座后面有一条路，直接走进来就有了。你就直接使用黑魔法就好了。我把这用跑步哎。哎，你好。好吧，那谁那边借我提笔一下？那走开啦！哎、欸，等一等，帮我查一下，帮我查一下。我急、哦、我没格子了，换你去拿。这是发誓不是？你过去，你过去，上面有的吗？拉完了。哦吼吼！我的妈！那下面会有路回来。哦。直接走很远。我看了什么刚刚？Oh my god！ 这是时间性跑酷，右边那个按钮按下去，马上要跑。啊！没按到。好远哦！这么深啊！干！我刚还想我怎么跑不起来，肚子饿了。干！再不吃东西啊，冰鸟！我想说，我怎么跑不过去，跳不过去？哎、欸，哦，那就是一秒加速，很简单。哦，是这种哦。OK， 你刚刚不是说很简单吗？ow 痛！哎呀，其实不痛哎、欸，其实不痛嘞、欸，因为我们抗性太高了。其实不痛嘞，因为我们抗性太高了，它就变成不痛了。而且我们又转装。不是，那个装备有抗火，好像啊，对，有抗火三，对，抗火现在抗性是无敌，几乎无敌。好远！刚刚我从上面跳下来吧。哎，你又没点到。要谁点？我往前走是死路。哎呦，没事。我要掰，你才掰啦！你先。我不知道。哎。干嘛？你怎么不帮我按？我有帮你按哦。好舒服。那他是怎么了？啊，不行。我看一下。就是那样子啊，一等你再按一次。哎呀。没有啊，这样子就好了。你在想什么？哎，干你老师，一等你怎么刚好跳下来了？等一下啦，都直接按了，你都过不去。你先等一下嘿。我都按了。阿和，不要拿剑按啦，不要拿剑按。嗯。不是啊，你一直按着就好啦。可是我按了一下。你们北齐。哎。你们。你才北齐啦！啊，你那我过去，真的是。我有过去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过，按的时候我就掉下去了。What the fuck？ 啊呢？哎，哇！哎，好挤哦！先借过一下。嗨。没有，它中间在后面有一个是那个假的方块啦。你那个不能只能踩那个方块啦，它那个没有，我有按，可是它掉下去了，你看。按了就掉下去，对不对 ，Aiden？ 对，你看吧。我过。啊，你自己过，你自己过。你按按钮嘛。我看不到啦，三个人挤在这里都看啊。
他是应该是有个抓距离的，对，他有个应该是抓距离的那个。哎呀，我过去了，然后我就卡住了吗？哦，感觉卡住没错。我。我爆好慢哦，糟糕！还是我们要跑到底才按按呢、啊？我刚刚已经 跑过了、啊。还是啊，不对，我知道了，就是我们按的已经结束了嘛，要回去了。外面的门开了啦，应该是开的门了啦。哦、我想想，不对啊，哪里怪怪的？我想说，我就按了哈。门开了，谢谢。说，感谢您的订阅，欢迎重来做。我是订阅的，他说声音好听，谢谢。声音好听，这也是天使镜子。Checkpoint 的，三角，高空三角。Checkpoint 的边死路，要不要？有没有中？只能走这边。啊！没有假的，假的没有这种事情。哎、欸，悟空！比起说是妹子，我应该是汉女汉子吧。镜子是天使，公三小。他是八七，你最八七，走开！哎、欸，出来！你躲在蜘蛛里面，我要怎么打你啦？哦，哎、欸，回报！这个是，可能怕这可能怕。哎等，我还没按。Eden， 有了，这里又有的拿了，这里又有的拿了 ，Eden， 在哪里按呢？哎，等等，让我被困在里面了呗。可是我包包满了，我不能拿。不是，这个吗？拯救我一下，我被关在里面啦！你在哪里？哎，原来这边有卡位啊！哎，嗨，你们好，你们怎么在这里？我还想说，我一直就被关在里面的。奇怪，到底是踩哪一个啊？哎呦！什么东西踩哪一个？再踩，随便踩看。混血哦，好哦。没有，我也不行耶，为什么？这样怎么上去？算了。哎、欸哦，等等。去对面，去对面房子。一个人去对面房子，拜托，我对面。踩着压力板点点，踩着压力板点，踩着压力板点。然后针就开了。哦吼吼，突然间出现了一大堆东西。我是马来西亚人哦。是什么？为什么？奥区。哦。那接下来过来了。有障碍赛吗？可是我过不去啊！过得去啊！过不去啊！门是关着的。没有，你那个压力板你踩了之后要快点。李智，出来，右转，出来，右转。好，来了，来了。哦，等一下，有人按到门那个开启了，赶快过，赶快过。哦，这到底是什么障碍？这个障碍 ？What？ 啊？哎，等你要不要用 TP？ 会不会搞错吧？上面那个是……哦，这边啦，这边有木头按钮，这个要阿和。不是啊，我要找这个嘛。阿和，我刚才在射嘛，里面的。哦，下面还有一个，还有。有了。它有两层哦，难怪我想说，我射这么久，不是已经射到那个按钮了吗？我也有在帮忙射。你在我一个。救命！救命哦！这什么东东啊？美国人哦，居然！所以你的英文很好吗？外国人啊！外国人！啊！啊？什么？嗯，哎，这边有父母海，
呛回家，呛回家，呛不回去啦！你呛给我看，你呛给我看。哦，不要笑。那能呛他早就呛了。镜子像镜子，不是不是到你的时间了吗？出现了一粒粒，就是那个。浮现了另外一段字，几乎无法看见的自己。阿丽亚，那谋杀了亲夫和他的情妇，但他的疼痛并没有停止，所以他就开始残杀王国里的无辜老百姓。最后一段字浮现了，这里是阿丽亚娜的监狱，我找到了啦，称为血腥后爵夫人。他转向专心研究黑魔法，也从此永远找不到安宁。只有在你有实力战胜他，才能进入此地。不然的话，他将散播瘟疫，并在中东扩散。一段字从墙上冒出，阿丽亚娜深深的爱着莫纳瑞克。他们多年来过着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阿丽亚娜听说莫纳瑞克与另外一位女子有染。有在墙上有段字，在这里埋葬了阿丽亚娜的眉上，鲁尼王国的国王莫纳瑞克之妻。什么？你是谁？你胆敢来到这里？然后呢？然后就没了。你们打完了，我连看都没看到哎、欸！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哎，不，没有，没有你们，就只有我。不是，不是我的，我只是在，我是在等你，然后到处跑而已。不是我打的。我只是不小心打一打，就死了，我砍两刀。所以说，那个开门呢？门呢？门呢？哎呀！哎，门怎么开？不知道。来来来，我教你们，教你们，来，进。对，我借你们有什么？有打开过附魔台啊？后面附魔台后面是一个门啊。哎、欸。嘿。然后先停这里一下。是你们按什么？不知道。我记得楼上有一个按钮。所以是楼上的按钮按得下去。哎。哎呀。楼上的按钮什么按钮？哪里有按钮？不知道，我设计的。那看，对，这一打完，这个不就是召唤怪物吗？没有，哎有，开了它，我粘住了。打完就开，二TP 我。哦，所以是，这个怎么可以按下去吗？等所有人过来吗？虽然我们过去之后也没有怪物。按。一个什么东西？哇哦！检查点。那你东西已经被拿走了，傻眼。等等，东西在我手上啦，就是这个啦。哦，丢进去啊！哎，等等，我解题不行，我卡 bug。这个方块是在这里是对的吗？不知道。在冲咖啡，哎，这边有那个一定要先用一下，我的包包快爆炸了。呵呵，我也这么觉得。在拿剑啊，在偷剑啊，超多钱的。一堆小偷。你才小偷嘞！我看 A 等弄的，你在那边偷拿小偷。啊，接下来是要干嘛？这里吧，好像也不太对啊。那里有个按钮，可是。那有个按钮，我靠！墙壁上啊。我知道，看到了，好紧张。这是什么东西？我知道。啊，游戏卡卡。啊，我知道了。什么东西？记一下。啊，对。啊，我真聪明。那个是木头压力板嘛。哦、我差点忘了有这个东西。啊，可能我没有那个鞋子。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按的。他已经按到了。然后呢？没反应。后面呢？还是门开了？对面呢？哎、哦。哎，为什么？走。然后，这是什么？哦，嗨，你们好。哦，朋友，你们好。嗨，朋友。我们这 ，Hello， 你好。在你的包里。啊，开门了。这是什么？
理工哦，理工哦，啊，不给拿你哦，耶、这是什么？这又是今天那个药水瓶哦，算了，你地底上的药水，算了，这东西掉下来了，快走，收回，Go! 哈，哈，铁剑，哈，不想拿。哦，嚣张。啊？啊？啊？然后呢 ？What？ 另外一边的门开了吗？没有啊。没有。所以队友说，那个黑暗的地方应该有按钮之类的，然后我们错过了吧？我猜。那我一个人去试看。看一下哦，看一下。没有啊，就只有最后的按钮。啊，打开。这个是不是？就只有最后一个。嗯。还是我们漏了什么？真的。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这里也看到了吗？嗯。你有看到吗？那个东西。不太晓得哎、欸。北七吗？靠！这里有一个压力板子、哎，然后下面有个金砖。哦，对啊，我就在想说是不是那个？对啊，我刚刚也看到那个东西，是不是想说，嗯，好像你也看到了。我是早就看到了啦，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嘿，就是想说看看能不能弄到里面去，但好像……哎呀。原来我们在耍智障啊！哎呦，这哭光是怎么回事？哎呦，我看不到哦，看不到哦，走开哦！让我强力士来打好吗？我也是强力士啊！我烦你！烦一枪，超烦的！哦，这都先清一清。啊干！我的剑士都完了，我刚把剑全部放在里面。等一下，我拿个剑，我拿个剑。我拿个剑跟他们玩。啊！不是赢下来了。喂。我。哇哦！下面有东西拿吗？没有吧。没。下面就是一堆光舞。好。哎、欸。你看这是显门吗？啊！干什么？你自己下去了。哇！那这群小红球啊，不，所以说这是死路的意思吗？啊，不对，我是一个 checkpoint。对，阿塞，这边好像才是那个正确的。哎，有三条路哎，铁金钻。嗯。金子从中间那个跳水跳下来就好。嗯，这里也是要给东西的。我从铁什么开始吗？我走金的看看好了。哎、欸，怎么？为什么我看到阿和跟你一只？好、啊，我走铁。哎、欸，等等，这是。所以是走铁的。啊啊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靠，我也是迷宫哦。哎、欸，掉下来的时候有箱子啊，北七哦。是啊、哦，有里面有火药跟剑士，太难拿了，算了吧。但这个要凭记忆力去记。铁金钻不对，暂时不对。铁金，然后呢？铁金。金，这个应该是钻，哎，对对，
是赚。赚。可是接下来嘞？吃东西。铁金金钻，我猜铁。铁金金钻。对，铁对铁对。铁金金钻铁。然后三个金。三个金。来两个金，我不知道。两个金。铁金金钻铁。金不对，不对，不是一个金而已，一个金而已。哎，后面有箱子。我的东西都拿，东西在我这。乱的。嗯。金不对，金不对。铁金金钻吧。啊，钻不对。那就是金啊。不是。那就是铁。我去铁看看。铁不对。啊哦。你好，我是从哪点？你好，完蛋了，完蛋了，我已经混乱了。啊，钻，我听到了。好，可以 TP 我们，你们两个可以 TP 我们。这个满满的梯子是啥回啊？这梯子是怎么回事？有个拉杆。哇哦！啊！为什么会有古力棒？这还有一只小鸡。可是那边也有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嗯，去看看。我看一下。哦，跑酷点。哦，不是。嘿嘿嘿嘿嘿嘿。大小。想骗我？哎呀，没有，你按住虚浮到那个边边的时候不会触发到。哎。那个压力板。嗯。这个是麦块的知识。这是沙灰，这又是沙灰。What？ 哦，这是矿车游戏呀、啊！是矿车游戏，怎么射、啊？这也太难了吧！我不知道，它有禁止射下来啊。那你干脆直接拿禁止。它有屏障吧？它才来一个啊！踩你那个金色的，我不知道，我就随便踩而已。有是对，金色的才会。是你们解到了吗？已经解完了。嗯。没射到。哎，退后！哎，等退后。嗯。那怎么打？哎，我这个好像也有哎。要射什么？射掉那个矿车，好像把所有矿车都射掉样子。剩最后一个、哦。剩最后一个。没用的，我们那个镜子射不过去的，不用试了。他那个有设定过。有打掉了。有啦、哦。前面开了。哦，可厉害。嗨，你们好。哦吼吼。开趴喽！开趴喽！啊！干什么？无牌。我没有拿到空的。他就两个牛排，然后八根进去。然后那刚刚楼梯那里是干嘛的？楼梯那边我们还有一条路没走啊。我不想进去了，哎。我是不太想再进去了。你们这还有一个 Paddy 的 Clap 啊？嗯，这里有啊。哦，那 A 的哪里啊？血腥后爵夫人，邪恶的寡妇，你是来血狱的吗？哈哈，你将永远离不开这里。我的骷髅比任何刀剑都还要强大。你说什么？是哦。你说什么？是哦。你说什么？哦，地狱之心。你刚刚说什么？哦。拜拜。这是什么？把刚刚那个地狱之心吧。地狱之心，谁写的？有了。在我身上，然后被吸走了，那个。里面大概就是力量的什么？这是什么？凶心相似，召唤一波强大的凋零度爆炸波，并对你的身边造成内伤。内伤。哦，我天哪！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又跳级了？没有。这跟故事的。
蓝色的呢？没有啊，这正常的，因为我是跑这个剧情，剧情是跟跑后面的、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对的。嗯。希望值保持放置，我们两百，回到两百了。好、哦。所以现在是找国王讲话吗？那刚刚到底是怎么到三百二的？释放魔法。哦呦，靠北啊！你们会打到哦。哇。你们会被打到了，打到。我还以为你们会被打到。我们是被吓到的。不然我没吓到，我觉得还好。呵呵。心够强大。所以是国王，恭维。恭维。不恭啊！了不起，你竟然没有拜倒在伯爵夫人的石榴裙下。我必须说，他不是所有时候都如此的轻松方法的。抱歉，好的，把玩家放一边。现在你已经来到了这么远，你已经准备好可以去见见智者，他正在他的家里等着你的。下一个宝石被埋葬在一个古老的王国里，那个地方与特鲁隆非常不一样。智者将与你解释你该如何到达那边。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了，但是也别忘了补充食物和补给。可是那个古老的王国不该不会是那个吧？那我们帮弄掉那个吗？那你们再电话一次看看。欢迎来到寒舍，我的名字叫做伊托斯拉，是我让你能够穿越时空的。你还记得我的声音在你脑袋里吗？你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巧合，你一定得去找那五颗宝石。首先，你必须去看看我的其中一个箱子，在那里你将发现其他次元通道的秘密。然后在火的后面穿越次元吧，但是小心了，记得在前往次元大门前先启动检查点。祝你好运，小心了，阿莎之乐是非常狡猾的。阿莎之乐，哇！阿莎之乐，那个恶魔阿莎之乐。只有一个吗？你自己可以传送。哇，好大的传送门啊！好的，啥会？这里边啊？等一下啦，还在卖东西哈。不用卖了啦。包包爆炸了哈！还卖什么？包爆炸了。杰克共建的传说。杰克。啥会？杰克。哪个杰？哎，为什么说这本书有翻译啊？可爱萌的，我不懂。从前有个伟大的海盗，他叫杰克弓箭杀毁啦。我的妈！杀小，真的是杀小。来，过来看书，过来看书。啊，在卖东西，等一下哈。又卖了，来卖东西太浪费时间了。哦，不然包包会爆炸哦。要卖啦，被封啊！哦，又不像你要偷偷用黑魔法的。你直接把那个东西丢掉，然后直接黑魔法就好了，不用浪费时间了。哦、那个卖东西的系统真的很烦哎、欸，还要去等，这一个人在用。那个钳子算什么等级啊？怎么计算的？Scoreboard。那、啊、好，还是就是 Tap 的 Scoreboard、啊。哎、欸，对。哎呀，不会用啊 Scoreboard。那、啊、它就是这个 Scoreboard、啊。我不会用 Scoreboard、啊。所以说你们要卖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输呢？啊？哎、欸，你怎么 TP 我了？八十吧。这里，去发石了你。把书还来。在箱子里面。把书本还来。就那个箱子。怎么已经跑到那边去了？就那个箱子，因为国王说叫我们去找智者，不是去找那个智障。杰克弓箭的传说。你也太快了吧。从前有一个伟大的海盗，名字叫做杰克弓箭，在南海支配法律。有人说他与阿萨兹的达成了一个协定，以获得九颗宝石的地点。为了巨大的宝藏而贪婪，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协议隐藏着一个可怕的诅咒。他的灵魂被烈火吞噬，他的心被阿萨兹的焰火附体了。被诅咒的海盗并没有真体，我变成为什么变成我了？为什么变成我了？我被变成
被变成一种光的存在，现在他无法从他的船上逃走，是这里他变得冷酷无情，他残杀任何他所遇见的人，不救他，他想这个发音没问题吗？好饶舌啊。与特鲁隆王国里面的人发生了冲突，经过长期在水上的掠夺后，杰克公舰与一整艘军舰的军船杠上了，他的船很快的就被击沉，靠近沙漠卡克拉南部海岸，他的尸体永远找不到了。好，据传说，他的心脏灰烬被称为地狱火焰 ，Brazer Death Amphers。是通往安格班堡中的钥匙，看来他的骨灰扔在他的船的残骸里。对，我买把弓箭。傻小这个，为什么这边有一本没有翻译的？其他都是没翻译的，不用看了。这里还有一本是没翻译的。烂东西。前面有个宝藏吗？去寻找吧。然后有一个问题。他有给一瓶抗火药水，一瓶回复药水，可是只有一瓶。嗯，没关系，我手上有一瓶抗火的。为什么？击退啊！不是，我拿你后面。哎，你后面。哦，对。这是什么？击退。不要，你拿着。强硬一。哦，这个是你知道我们抛岩浆也不会死的情况下，你觉得我会怕火吗？呵呵，这只是火。这个设定好奇哦，天哪，一哥哎，超特殊的那个，好久啊，怎么传不进去？真的超久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只是想让你收兵，对不对？好晕哦！等一下，是这里是假的？不知。等一下，我是说得要等到人全部到齐啊。在那里，你将发现打开其他次元，他们在火的后面穿越次元吧？火的后面，在记得在前往次元大门前启动记录点，就点有启动啊，记录点啊。记录的，好晕哦！我在后面晕的啦，我觉得进不去的。他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要做，不是做什么？哇，怎么这么暗？哦，没事。记得在前往次元他们前先启动检查。首先，你去必须去看看我的其中一个箱子，在那里你将发现打开其他次元通道的秘密。就看火药水跟那个飞金药水而已啊，没了。其他的秘密。等一下哦。嘿。等一下哦，我看个东西嘿。嘿。等一下哦。嘿，你说很多次了。等一下，我好像发现了某个东西。什么东西？储存。哎，看不上。等一下哈、哦，嘿，伺服器重开嘿。啊、哦，有人没有开启地狱。哦。哦，丑一。嘿。丑一抓包。Oh my god！ 不是、啊、这个
地图是这个说这个伺服器是以前保留下来的，怎么没有地狱？我怎么知道？晚点重开好了，这个伺服器，把整个伺服器重开好，所有设定重用啊。从一抓到了从一，真的是麻烦。重去。头绪跟虫子，怎么会没有地狱呢？哦，有了，进来了。哦，这是三回。哦，哦，开好了都不讲的呢。哦 ，what？ 进来就什么声音？对嘛，这个摇晃程度不一样嘛。摇晃程度，摇晃程度大小。为什么？啊，为什么地狱有水？还？不要问，我不知道。地狱出水啊！地狱的水，这肯定是用指令做的。废话，正常地狱是不可能有水的。Checkpoint 啊，那接下来就是要往下走了。他这个是往下吧？往下走的哟。Go。去泡岩浆澡咯。嗯，好，我刚刚在关东西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往下走，有个楼梯。好，往下走。就这样。又是要丢不会杀回的东西。是什么？我再丢个附近那些。这里封住了，只能往上了。往上。你知道吗？你们全部这，我第一个上去，然后你们全卡住，我根本上不去。嗨，这是打啊？对，这里是。不是我开干的哦，不是我的错。干呐，别干了。啊啊啊！击败你啊！这里有啊？有啊，下面的，哎，不对。哪里？这里是不是没路啊？有触发什么吗？刚刚楼上那个机关没有？他那个灯有机关的声音啊？对。他原本是开的，是关的。哦，是这个、哦，最角落那边哦。啊？最角落？那边角落，那就是你按头一次，你按开灯。那边不是吗？为什么变这边了？嗯，奇怪，那我就不知道了。到底有？我没有按吧，你看，开灯之后。你把那个全部关掉看看，再关掉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啊，就是这个上面的灯而已，上面这个灯这里，它是有一个。好疯啊！只是他感觉有挡住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上来是开的还是关的？开的。嗯，就这样砍了，把那个主人给砍了。对，拍谁？这个树。哦哦哦哦！嗯，你知道什么了吗？所以你知道什么吗？给我一下。没有。嗯，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这边一个洞？我是觉得啦，他原本有设定有水。
然后那个水会往下流这样子，所以里面应该是装水才对哦。可是没有掉了，我是觉得是。还是或者是岩浆之类的，你敢碰？你敢碰吗？我吗？你想尝试这个东西吗？不想。尝试什么？可是它也没有看起来像是那个液体的，那个口啊。那不然为什么那边就是只有一格空间呢？到你，不知道啊。我到我身上去验证一眼。What？ 请放弃你那大胆的想法。现在有漂浮了吗？好像没有，还 1.8。没有啊。没有。那动不少了。1.9还是1.1啊？一零。应该是1.11吧。我动不少了，我看一下。我跳来看一下。对啊，我看起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意义没错。它里面没有真的没有真实的机关啊，还是根本不是这里？啊，又没其他路啊，真的又没其他路。没其他路啊，就只有那里啊。你不走，我想用不走过去。那我是觉得啊，应该是就是在那里面倒液体了啦。你等我一下哦。对啊，就在那里面倒液体了，不然也没其他办法。没有，这时候请打开传送阵。点点看地。要绝对没有在工伤。啊，什么东西？我说这时候打开灯光的影片，我绝对没有在工伤。傻眼。嘿，你怎么进去的？哎，我用神奇的大法。一定是用 TP 啦，所以代表东西吗？它里面有个历史。然后下面有红石线，然后我还在研究，知道这个红石线是干嘛的？我可以直接拿一桶岩浆来倒倒看吗？你这样子，阿和就要被阿和就要泡岩浆澡了。哎，真的吗？你们在上课上吗？啊，打关了。然后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喽，大家拜拜。傻眼是这样吗？是。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大家晚安，该睡觉了。等一下嘿，那种时间睡觉的就只有备考的孩子们了吧？没有，我上班也是一样。我没猜错，他是要把那个红石线给打掉。嗯，你打一下看看。哦，那所以说，他真的是有东西要放出来的。那所以说就是倒岩浆了嘛。是吗？不
然直接到了。哎、欸，等你可以帮忙把那个灯关掉一下吗？我看那种。哎、欸，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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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对，我们是还有一个东西还没做，什么东西？你说外面这个漏斗吗？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只要没有东西丢进去了。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去判，去把那个灯给触发了之后才可以打开，它是两个门的，它不止一个门。嗯。对。啊，看这些。等一下，这里怎么上来的？什么东西？啊 ，God， 这，这里啦，这里，这里，这里，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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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上去，这里上去，那个那里我们已经解完了，这里没有东西嘛？那个东西拿完之后下去楼下，这里有一个东西，我把这个关掉。可以关掉门才会开啦，关掉门才会开啦。哦，关掉门才会开，然后里面好多猪人。看啊，北七哦，我在想说在看那个红石线路。为什么我的血量又变少了？我血量也是，我是低好多。嗯，对，我也是。因为我们在地狱主世界那个创客没漏顶到，应该是他没有给那个 buff， 没有给到那个 buff。怎么这么多中间箱子？哦哦哦，这个好帅哦，这看起来。哦哦，怎么了？你跑过来就看到，好帅哦！我也看到了。去，从来没有我在我有这四年，我不会忘放过。这是大锅鸭鸡，一个陌生人。这是塔锅鸭鸡，这是要把上面那个射死啊！是这样子的吗？因为他说有生之年啊，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啊，所以就把他射死啊，让他没有有生之年啊。那没了，所以呢？什么？谁？这对耶！谁这么大胆，竟敢闯入我的房子？守卫，杀光那些胆敢入侵圣所的入侵者！啊！我灭你一个军队都没问题的，入侵者。哎、欸，这里还有火球哎！哎、欸，拿不到啊！烂透了，火焰弹！居然设定那个无敌，烂透了。这有一段字，这是黑焰的头部，安格班王国的古老毁灭恶魔。一个大炮被安装在里面，以作为威慑作用。哦，所以说我可以开炮吗？开啊。不行。还以为是可以开，那你开啊。那我们进来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哦，这里。这里来，这里要丢那个派拉。哦。哪里啊？那边。我要捡到那个。下第一个 clef。没有。那是这边的门啊，这边呢、啊？我拿回去。哎，另外一个方向。呀呼！哎，这里到底是？这不是单纯的迷宫而已。哇！原来是跑酷、哦。对，这跑酷爆难的。啊？跑酷？什么跑酷？这里啊！这里要跑酷。哎，哪里要跑路？这里。你确定是有东西的吗？是有看到一个箱子啊。
有看到一个箱子啊。哦，这种箱子不是这样子就拿到了吗？在想什么？拿什么东西里面？苹果啊。傻眼，就为了纪念品啊。你确定？你确定这是跑酷？我就觉得跟着他的路走就对啦。他也有挑出文字的。他应该是设计上是跑酷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设定，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拿。不是啊，在那个楼梯斜角拿跳拿箱子，这是很正常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吗？看来我们需要个记录点呢、啊。这能跳得过去吗？跳不过吧？阿和也跳一下成啊！我看是跳不过啦。我试试看。我看起来是跳不过。我那个跳之前，我要把它清掉，可是等我一下，我先把那个。不可能啊！这么远，都过。过不了啊！来得了这里，过不去对面啊！啊靠！啊，我知道了啦。你知道什么？忘开。哎、欸，这有红、欸。回来！这里，这里好像是不是还有路啊？有红石，所以代表说应该是有机关要启动。哪里？这里应该是还有路可以走。往上。然后至于七。起点的话是从这边，这个不只是有东西，这是一连串的跑酷啊！所以这是跑酷没有做啊，几颗呀？我想说不可能啊，设计成跑酷的样子没有错啊！啊，这是真的有跑酷哦、啊！对，它上面有那个桥可以通到另外一个，哎，这好麻烦哦！这是我完全过不了的那种。这、欸、为什么会一直有怪啦？正常。没有啦，其实我们只要待一阵子，他那个怪就会消失了。就应该说他不会打我们啦，那个我们不打住人的话。一直跳不到。啊，跳得到了，没有按好。啊！打我啊！嗨。哎。你。对啊。怎么了？是有点紧。你可以先走开吗？欸、不要。啊。哎、欸，放。啊！没有，我刚刚没有安跑。这样，我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嗯。哦，这边的话。呜呼！你们开。看到了。哎，刚在干什么？哎、欸，啊，补汤哦。我总之好。也是哈。哎呀。也是哈。陷阱！哎、欸，我下去了。哎。哇。是陷阱啊。哎呦！欸，这要只是要问我跑来跑去是怎样啦？这个。这边是跑到哪？下去。Go， 就是这。哦，下面。我是觉得我是在上面呢。好，你可以先下去。我在这里找一些东西。满满经验瓶。
能是往上的这里。等等，这迷宫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第一个的、啊？暗夜的。哎，这是个立体迷宫哦，它不止一条路哦。Holy shit！也就是立体迷宫啊，他真的是立体迷宫。好，这说明我跟你上来的那条路是不对。啊！干什么？走开！真立体迷宫，怎么感觉有啊？走开！这是个立体迷宫哦，各位请注意。都在欺负。在欺负记忆不好的人呐、啊！这是个立体的迷宫，所以我们走的路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太多僵尸了吧？啊！这不是猪人吗？僵尸是僵尸，是僵尸，是猪人。我是怎么遇到僵尸？不是。你走了一条嘛？那我走这一条看看好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个立体迷宫，我也不知道这是个立体迷宫。我重申，这个立体迷宫是，而且它每的岔路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哪一条路是错的。感觉往上才是正确的路，可是它往上的路总会有一点往下的路，要你先下去才能继续。哇！沿路其实我有看到，它地上有些地方有些红石粉呢、啊，我不是不知道那个红石粉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知道，就是要跟着红石粉走，我觉得有可能诶、欸。嗨，嗨，嗯，哦，你是从刚刚那个门进来的吗？啊？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好像要往下走。因为我看到楼下有红丝粉。你是从那个红丝粉的路走进来的？算是吧。嗯。嗨。我们这怎么看好了？那你走了一圈吗？走了一圈。那看来就是往上啦，往上啊！哎，等这。哎，等。太难了吧？哎嗨。嗨，我们又见面了。嗨，这是，哎呦，我嗨，刚上去一大堆粉丝，哦天哪，干！靠，这个超3D 立体迷宫是怎样了？超3D。哎，作者二虚位。哎，真的是二虚位。关起来了，这代表说这当一个路标啊。真的是要接二虚位的耶。有垂直向下楼梯。哎，这里我刚刚有走过，这里是你上来的路啊。欸，我做好的路标又被你们关起来了。哦，这是我关的，拍起来，我猜你看见了。哎呦呦，不，吓死了的。想说做一个路标，然后结果又关起来了，瞬间傻眼。这里到底不想拍了吗？嗯。我刚刚才想起，我不是有捷径吗？啊？什么捷径？啊干！这里居然是有顶天的，干！可恶！什么东西啊？不是啊，岩浆柱啊，爬岩浆柱上去就好了。What the fuck？ 然后它有底，那个不行，这是行不通的。就是要为了要防止你们你这种呢、啊，你这种人、啊。不然呢？又没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只是要叫什么火活了什么鬼？这又不说话。嗨。
等一下哦，看来在图书室里面的某个装置被启动了，我回去看看吧。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哎、欸。什么时候出来的？还有个巨诺杜隆国王所说的，只要我使用那座桥跨越到博堡的另一部分，在那里我就可以找到宝石。看来在图书馆里面的某个装置被开启了，我回去看看吧。什么时候出来的？这句话那么多啦，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对啊，买位。你不用蹭那个炸的了。哎、欸，北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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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过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不是要住这里啊？我也觉得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走这里下面的，找个楼梯啊？不知道哎、欸。所以我们要去楼下吗？对，应该是要往楼下的。所以说它应该只有往上跟往下的路、哦、我们要想办法往下跑啊，不行，这只能往上，这里面往下的路。哎哎哎，喂喂，你们干嘛？我们来到一个回转楼梯哦，居然好玛丽美丽。等等等等，在箱子里面就是十根箭十倍。哎、欸，撒毁，干嘛在泡岩浆？抱歉。舒服吗？上不去啊。哎、欸，等，哦，这楼梯我有障碍啊。上不去啊，哥。我要从这里来的。哇，停止，停止，下来，停止。你是紧急？啊！我精神真是高超啊！他下楼梯比我快。我不想要下这种楼梯，我不想下这种楼梯，给我住手。对不起，你接 TV 一下。哎、欸，我怎么下面是什么通轨？哎呦！哦，这边也有。等等，这边是那个，这边能下去吗？感觉下去会有不好。这时候，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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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没有东西可以下。好，你成功浪费了一瓶抗火药水，去泡个岩浆澡。可以啊，浅浅的岩浆水泉。没有，去了吗？哇，也太深了吧，这个。嘿，我到了。居然，真是一个奇怪的房间。看来需要度过这里并不容易。我最好细心的观察每根柱子。我还在着火哎、欸。这是啥？我看一下。我异火分子。我有。哦。哦，我看懂了，是这种玩意儿。嘿。到底。等等，传到这边是什么啥意思？不知道。我食物快吃完了。我们被传到哦，对呀、啊，哎、哦，是吗？我在玩游戏。对。哎，五个神。哎，这有十条路呢。哎，甘尼老师，为什么？哦，因为你传我，想说差小。抱歉，然后。我被传走，刚刚为什么我又被传走了？我又没踩到。我拿什么呢 ？Craft and Bronze。这里要三个，要拿三个过来我这里。哇！要拿三个。问题是三个啥？这是刚刚一直拿到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哦、啊。嗯。派里兹。看，电表吧。哪边呢、啊？镜子，这边。我知道那边要三个东西才能过啊，可是我没有啊。哦、这个的话不就是要等那个吗？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这里。那边已经拿了。那边吗？
对。干，为什么？乱传一通啦、啊！哎呀 ，cute。我看一下，一开始是直接就只有这边，接下来是两条路。啊！干什么？被传回来了。因为我要过去，然后我就被。一只理智冲天而降、欸。你找到第二个了吗？哦、我是叫眼睛。好哦。天哪，这到底是？这迷宫真烦。超烦。这是一段最后一个胆敢挑战我们的英雄，现在他现在注定要永久的备受折磨。我拿到一个了。所以我们再两个了吗？应该是吧。我还是找不到路，我找不到我自己。算了，我先在这边等。我们可以 过来，我们过来。我找到一个奇怪的金胡萝卜，金胡萝卜，它有改名字了，很奇怪，这是什么？还有一个安格班的故事是什么时候？什么故事？我什么时候拿到这个东西的？哎、欸，奇怪，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在等。我注意。好。What the fuck？ 那要怎么去啊？What the fuck is this？ 这里没有啊，这个就是我刚刚去的地方啊，我要拿的地方啊，在下那个下面那个我拿了。没有没有，在那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我们有三个了吗？我有一个，金子有吗？没有。那我有一个呀，还少一个。所以应该是要去那边吧？可是那这个路不对，这个路不对。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他准备关台了。
哎呦，你是干嘛跟着我跳？麻烦。你又跑回这里了。他干什么？突然间，我视野被一个大头挡住了。我还在看哪里有箱子啊？嗯。哦。哎嗨的，我怎么又回来了？天哪，过了！嗨，李子。嗨。怎么又是在这里？哇，我被打下去了。借 TP 一下。啊！你怎么掉下去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那边那个吧？啊，对，是上面那个，好像是。可是那边的话，哪里有传送板啊？应该是传送板。啊！我们要去那边的那个传送板吗？那边的。应该是。那边的你们头上的那个柱子的那个传送才能过去。哦，那我好像我比较明确的那个路线。我第一个进去的，不管了。哦，躲一下，移车。不管了。我是被选过来的，这里是这里，然后我要去的地方是那里。我这个的话应该就，好。哎呦，干什么？哦不，嗨的，你被那该死的猎人打下去了。哦，你知道怎么到这一格吗？我还不知道，我在思考。不，应该是从那边过的吧，我猜。那砖快坏光了。哎，等。反正可以肯定是要走那个迷宫啦，只是不知道要怎么穿。要知道的地方。哦。有没有 end up 啊？哎呦！什么？我会被传到这里来？抱歉，我猜的。唉，不是，这里踩的时候不能同时有几个人在踩，不然等一下都乱掉了。刚刚我还在看我要踩哪里，等一下这里都被传过来了。
我要乱传呢。你们是要来这里吗？这里对的。你们这里是对的，你们那个应该是对的。那再有两条路。然后我应该是要从再去这里。哎、欸，我被走过来。等一下。哎、欸，等一下，我过去，我过去。等一下，我看不到了。哎、欸，刚才那个走哪里啊？然后这里过去就是那一格啊。不是，不是，刚才刚才是哪里？刚才那个是走哪里？那你猜。我要从这里走。哦。不要走啊！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没有动，踩这个看看吗？踩你这一个，踩你这一个。我在这。你去了？你去？你是在哪里？对面吧。可是你是下面呢、啊？不，你那里只能往下传，不能往上传。TP 回我 ，TP 回我。好像那个铁的压力板是往上，然后那个木的是往下，就是应该是这个。哦，不对，这个是回来。哎，不要不要不要！好怕。哦吼！等一下哦。我猜是。哎，我需要有人帮我清一下烈焰神吗？清烈焰神吗？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走，我大概知道我要走的路在哪，可是我一直被烈焰神打下去。嗯。烈焰神太多了、啊，阿和。这个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相信。他多到我完全不能做事了。是我四件都不能死，这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我们这个弓箭是没有力量效果的。你们不要动哈，我试试看哈。有不见吗？啊，什么不见什么？烈焰神呢？有吧？那我是成功了，对。哎呀！你在这里不要动，你看我，你看这里。嗯。这里有水晶体。靠北哦。我感觉就一直看到这个水晶体。那我就一直被烈焰神打。那就过来，我已经体验到那个被打下去的感觉了。你上来的吗？你看旁边有跑酷，旁边有跑酷。我现在两个这里有，在这里有工具，还是不错的。哎、欸，我这个是 bronze 的哎、欸。对啊，这是你那个啊。哦，就是 bronze。就是差你那个嘛。我刚才就说，我刚才一直看到，然后我一直被烈焰神打的，知道吗？所以现在最近的离开方法是，就是看你吃。嗯，好，我决定了。哎，对，这是个好方法。为什么我被？为什么我被弹下去？是走这条吗？不是。这是哪里？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我到底被传到哪里去了？我的啊，嗨！直接 TP 过来了，还缺一个，你们可以 TP 过来了。我该丢的一个，就缺加。在我身上，在我身上，等一下啊，看到了。哦，来不及打我！啊！
就串啦。Infirmity。这好像是要那个。开灯。开灯啦、啊。哎，是大厅啊，没饭吃。为什么大厅就一定要有饭吃？饭呢、欸？Petit clap， 又要 petit clap 了。厨房呢？拎厨房有东西，东西可以吃吗？有生的东西。该死的那把剑一定是被。或是你想要吃腐肉吗？还是你要吃鸡蛋？腐肉我身上还蛮多的。啊，不然我给你一个东西，我刚找到了食物。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叫吃吗？你要吃好朋友吗？我手上正在。Clevatron 是好朋友吗？看一下，大姐。哎，我们这一段我们留下一次好了啦，已经四点了。好。然后上下一次。关台。该死的，那把剑一定被偷了。What？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啦。哇，今天这个第一的部分感觉好像要很久哎、欸，因为他已经我们已经跑了蛮久一段时间了，还是很乱，而且越来越难，有越来越难的轻视，就是明显的那种，越来越难。对，那下一次可以顺利啦，希望啦。那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就在下面点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会收到直播通知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